In worlds full of extended trouble, you need Domination Extended. The Kone XTD Max Customization Gaming Mouse.好的，那么现在就是等最后一场啊，目前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那么 IN 也准备好了，哦，容我继续吃豆花。糟糕！啊，头像怎么不见了？奇怪了，我找一下啊，那个摄影机，怪怪的。哇，好了好了，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这一场是目前，哦，比数是由于钢铁人以3-4落后于 NOS。来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比赛。好，哦。最近晚上比较凉了，那请大家多加一点外套，不然你们感冒我会心疼妈。好，但是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多加一点外套，如果要需要我的双手，对不对，温暖你们，也要你们来礼拜五来帮我来到台北 TSL 摄影棚帮我们加油，我就给你温暖妈。好，在这边，好，目前鱿鱼缸的最后一棒，好，最后一棒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最后一棒，好，是 IN， 他选的地图是安迪卡船厂，好，安迪卡船厂，好，来介绍一下点位，好，现在看到刚才获胜打赢阿辉的这位玩家，好 ，NOS 的神族玩家，红色的神族。哦，是出现在1点钟方向。好，现在看到7点钟方向这一位就是由于钢铁人最后一棒，目前哦
是蓝色的神族的朋友，虫族，蓝色的虫族 ，IN 啊，好，是一个4D 的开局。啊，这位玩家他很会用利用自己的工兵来做骚扰，还有老矿的动作。不过他已经吸了一个矿了，不能老矿了，现在只能骚扰工兵了。好，这边是 BF 开。好，这边，哎呦，这叠在一起怎么样？在一起吗？在一起，你一定又要点一个水晶了。这个，你不知道，你以为不知道在干嘛吗？果然是点一个水晶了。啊，这边再放下400的时候，再放下那个 BN。那么，啊，这个小狗一共是几只呢？4只小狗啊，可能要绕进来，看有没有机会绕进来。不过4只小狗绕进来威力哦。我还要看这位神主他挡门挡的怎么样，基本上还很难说。好，选择的是这个光炮。好，那么艾恩选择的是拆掉水晶塔。好，因为这张地图也很远啊，到这边天都暗了。哦，当然是选择这样比较好。哇，加速这个工兵，先把工兵给补起来。好，那 B。狙是比较慢的，好，喷暖往副矿走吗？可以走到三矿了，其实有点远。好，对手的工兵也死掉了，被狗给击杀。那现在 IN 的王虫再来看对手在干嘛。现在神主这边，这工兵想偷溜。因为这主要是确认 IN 有没有开三矿，或者是下气来做一波，所以说神主的细节还是挺好的。好，这边神主这边还是一个正常的开局，不过神主目前他的工兵倒是做的蛮不错的，是来到22只。好，我都有点在鼻水，要流鼻水，对不对？大家真的要切记要穿外套啊。好，到王虫啊，这是后虫啊，不是王啊，这个采矿啊，16，这里按一个 C 啊，就直接进来了啊。好，小狗啊，爆了，好，王虫往后飞，来看一下这位神主啊，他会怎么样打？感觉就像这个神主刚才是打一个战术，直接对阿辉一个必死战术啊。好，阿辉 ，IN 的王虫，好的，什么 IN 现在也是一样啊，继续补工兵，现在放置一个气矿，在6分30秒的时候，他采集一个气矿，通常都是6分的时候连下三气，不过他这个气比较提早下，所以这个23气可以慢点下34气。主要是要用来提升狗数，还有潘二本。那么其他的就靠这个王虫来进行侦查。好，现在王虫也看到这位神主已经开了37。啊，是王虫这边。好，这边来监视看有没有开三矿。小狗上去看一下，没有升级一攻。好，那么铁定只是一个开，这个科技开，只不知道什么科技开，然后再补到4B区。下这一个，那艾恩现在能做了是什么？他能做是什么？就是做工兵啊！这还用问？好，放下蟑螂虫，蟑螂巢，这个 VBB 还没下。啊，一直做工兵，是工兵啊！双方现在的工兵数量是的，虫族是55、58，神族是45，那要停工兵了吗？停工兵了。好，现在艾恩也看到。就马上又做了工兵了，这心情很重。好，现在看到 VR， 好，看一下 IN 的视野，看到 VR， 好，里面都没有，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三不朽的空袭嘛。不过4B区、5B区、好，
好，艾恩选的是狗数，然后爆出了18条狗，然后潘二本，啊，放下自己的第四个孵化石，啊，二气、三气、四气，好，这边眼睛是先出眼睛，后面是出灵镜，啊，灵镜啊，看看进行做骚扰动作，啊，那么做那么多的狗，那么多的狗。好，放下这个赤蛇塔，这是完全是针对对手，是这个三不朽。好，现在 IN 的工兵来到61，对手的工兵也来到52，那工兵持续在做，可能在三开了。那王虫有看到，有看到哈。好，现在 IN 也看到对手三矿了。好，开始他三矿了。好，临近临近，啊，来主矿了。你滚去哪里？好，这个只是飞来让你看而已，主要还是开三矿。现在 IN 选择是什么呢？来看一下，他选的是生产，哦，是生刺蛇，哦，是生刺蛇。啊，等一下要转飞龙，这个八神鸟，转八神鸟了啊。做是巨象哦，所以等下蛇过去的时候就晒了哦，糟糕了。咦，哎，好，这边是硬拆三矿，好，这三矿如果硬拆的话，它可能是刺蛇啊。哎，好，这神族已经爆钱了啊，好，这狗完全送掉，刺蛇感觉目前。对上我刺，对上我雷，巨像啊！好，哇，这边防守的够好，三控没踩，啊，巨像，加点劲，直接踢一攻一防，一防已经好了，一攻也好了，这点劲啊，然后进行骚扰了，啊，同时防守自己的三控。然后这个眼睛呢，啊，放在这边看一下，侦查这个 IN 的这个部队的动向。那灵镜是用来骚扰，啊，这边啊，全是矿人，直接丢这边。啊，现在 IN 选择直接把三矿人都给拿掉。IN 有做飞龙塔吗？没有，飞龙已经在做了，做11条飞龙。飞龙塔看一下在哪里，这边。领进来这边，这边做防守。好的，好，这边好，来做一个骚扰。啊，巨象输出很爽。好，狗全掉，那把 AN 也把自己的人口，消耗一点掉。然后后面就是飞龙，飞龙刚好看到这个临近，你要去哪里？好，把临近拿到。不过对手已经发现了 AN 是有飞龙的。好，现在马上进行前压。所以破王家家里马上传追猎，然后开始矿，怎么样进行一个夹击吗？这个好，时空要送掉了吗？感觉做一个好进行一个换家。好的，好，这边直接进行换家。好，对手直接来进行一个回救。好，直接冲二矿，好，直接杀二矿。好，现在对手就直接后面有蛇，我对手后面的这个部队也从后面来了。这个蛇要小心啊！蛇，然后对巨象是完全无力的。哎，飞龙在那边，啊，感觉上啊，哎呀，没有打到任何什么东西啊！糟糕，看来像这一场 IN 很危险啊！对方的闪追也好了，好，现在消耗对手的工兵，看下对方工兵数量，现在 IN 总共是68只。对手是50只，啊，对手三矿，其实是对手还是慢慢打，然后说第一时间马上要到 IN 的四矿，然后后面 IN 这边抢了一个矿，啊，这边要进行换家 ，IN 只能换家，我想这一场呢，他 IN 的一个。